男人情到浓时是什么样子？已婚男人说了实话，你见过吗？在婚姻生活中，女人常常会表达自己的感情，那么你见到过一个男人情到浓时的样子吗？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宠爱自己的老婆。对于张先生来说，即使和妻子结婚已经很多年，但依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在外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妻子。一个男人如果心里有你，就会不自觉地在行动中有所表现。赵先生说，和妻子在一起刚刚4年，两个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其实习惯撒娇，而我也习惯妻子撒娇，但是妻子让我帮她拿什么的时候，我总是没办法拒绝，有时候自己也很不愿意，但只是嘴上说不愿意，自己的媳妇儿自己不宠，谁宠呢？李先生和妻子结婚已经快10年了，平时相处的过程中，不管是孩子还是自己的母亲，发生了矛盾的时候，都是站在妻子那一边。中间调解，毕竟妻子才是自己一生的伴。讨厌的人有千千万，但面对一个自己爱的人，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一点，就是想对他好。你觉得男人情到浓时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呢？